上演，便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。她深厚的歌唱功底和独特的海豚高音，也让她被大家称为海豚公主。出道这么多年一直专心做音乐，也受了业界的好评，更是连续九年获得华歌榜最佳女歌手。如今不仅事业更上一层楼，连颜值都变得越来越高了。只见张靓颖身穿一件天蓝色衬衫，坐在人群中在专注看阅兵，衬衫的领口和袖口都有白色的条纹装饰，不过一袭蓝色衬衫还是显得非常素雅干净。今天不是舞台上的大明星，而是看台上一个看到大坦克大飞机各种先进的武器，整齐帅气的各种方阵，忍不住的激动的小迷妹。旁边坐着张国立老师和孙楠老师，这样看过去张靓颖皮肤白嫩好抢眼，看来姐姐最近的状态真的很好呢。35岁直接美回25岁小姑娘现场还大玩自拍，晒出的自拍照也是可可爱爱，白皙的皮肤上面贴上五星红旗和我爱你祖国的字样，显得更加耀眼。粉丝纷纷评论说这个贴纸满分，装备很齐全吗？这个造型像极了平时在台下看演唱会的我们，看来在阿忠哥哥面前大家都是小迷妹啊。能感受到张靓颖的激动和骄傲了。昨晚张靓颖受邀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，奋斗吧中华儿女，一袭红色一字肩长裙惊艳大气，张靓颖一袭大气红裙站在 C 位也是非常抢眼，难怪她这么自豪骄傲。